路边停车，路边停车，随便。路边停车，多少车牌几啊？RM 路边停车，我可以开进去哦。你该开红灯哦，路边停车来。谢礼谢礼，谢谢礼耶。很窄吗？很窄。RM 嘛，对不对？别管，别开枪伊，别开枪伊，出来，枪手也管，枪手也管，枪手也管，就就开出来，就开出来。这盒啊，这盒啊，这盒啊，上来。哦，你无咧用迄啦吼。你买我袂来啦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啊，恁家有人食毒品呢？无。无啦吼。一包。一包尔伊。够无啦？我都在中山。快点啊！你买个。我食高血压。执行4月17日夜间巡逻勤务，于本辖台20线发现一可疑违规机车，警方鸣笛示警，该车加速逃逸，并逃窜往附近巷弄，最终汽车一名载前。尾随民警抵达之后，随即展开地毯式搜索，并于民宅墙角发现红男躲藏。并于红男所躲藏处所伸手可触之地，发现有0.55公克、1级毒品海洛因，遂依法扣查扣。全案依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》待办侦办。你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重要的理由。NCC 关中天，没收新闻自由，媒体寒蝉效应很严重。但是中天坚守第四权，监督的力量在中天。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。多一个下载，就多一份力量。